2006年十月开始播出，2008年九月底完结的 TV 动画《反派的鲁鲁修》，到今天已经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这部动画呢，是日升制作的原创 SF 机器人动画，也是许多朋友心中至今难以忘怀的动画作品。作为一部优秀的商业动画，《反派的鲁鲁修》呢，长久以来一直稳居各类深夜动画原版销量前十，而也是各类 TV 动画的评选奖项上的常客。今天的不懂二次元，就将时间拨回2008年，《反派鲁鲁修》完结的那个夏天，通过导演谷口吾郎对《反派鲁鲁修》的构思，探寻鲁鲁修的另一个可能不为人知的侧面。不全面、不恰当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交流。谷口吾郎导演，大河内一楼负责脚本的 TV 动画《反派的鲁鲁修》，毫无疑问呢，是2007年到2008年间引起大家广泛讨论热门动画之一。2007年，《反派的鲁鲁修》夺得东京国际动画博览会 TV 节目部分优秀作品奖。历年以来呢，获得过这一奖项的 TV 动画还有《天元突破》《超时空要塞 F》《魔法少女小圆》《Tiger and Bunny》《白箱》《冰上的尤里》等作品。可以说呢，在这个奖项上有所斩获的 TV 动画，基本上都是反映了当年的流行趋势。反派的鲁鲁修呢，故事以2010年8月10日超大国神圣布迪塔尼亚帝国侵略日本，强占新能源为开端。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日本在布迪塔尼亚帝国新型人形机动兵器 Nightmare Frame 的强攻下节节败退，一个月内呢完全战败。布迪塔尼亚帝国呢将日本改称为十一区 ，Eleven 呢变成了对日本人的蔑称。7年后的2017年，布迪塔尼亚帝国皇子之一鲁鲁修呢获得了名为 Gias 的神秘力量为契机，开始了反抗布迪塔尼亚帝国统治的复仇之旅。这也就是动画着力描写的内容。机甲战斗、校园生活、国仇家恨、动荡时代中的小人物等元素呢，都被融进了反派的鲁鲁修中。不仅动画的剧情扣人心弦，并且结局也出乎观众们的意料。往往提起鲁鲁修的话题时呢，心中回荡的就是由结局带来的震撼。反派的鲁鲁修故事创作呢，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创作反派的鲁鲁修之前，1966年出生的动画导演谷口吾郎呢，对于如今的观众的口味没有清晰的把握，也没有呢下一部作品的明确方向。经过努力调查过当年流行的电影、TV 动画、舞台剧、小说等等作品，却仍然没有发现自己的这个下一部作品应该包含怎么样的内容。于是呢，为了了解年轻观众的想法，谷口吾郎去学校与老师以及10多岁的年轻人聊一聊，或许能为他带来一些灵感。在学校里啊，谷口吾郎对于学校孩子们未来的目标进行了提问和取材。其中有个孩子说啊，将来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足球球员。这个小男孩认为，虽然自己没有参加足球社团的活动，但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没有参加而已。只要开始练习，成为足球运动员也并非是难事。听上去非常不成熟的发言，那确实呢是孩子一本正经的想法。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让成长于不同时代的人呢都有着不同的追求和价值观。但是人类的本质呢依然有着无法改变的部分。在孩子这种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的发言中呢，谷口吾郎看到的是初音青春期的特质之一。处于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呢，往往有一种我无所不能的人生错觉。从古至今呢，人们都在追求这种无所不能。伴随着成长，我们慢慢知道啊，全知全能、成为超人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妄想。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自己想做的事情呢，就一定能做到。从某个层面来说呢，各式各样的娱乐作品中体现到的万能感，也是对于全知全能欲望的一种合理释放。我们经常会在动画里看到一个惯用的套路：平凡的主人公呢，突然在某天觉醒超能力，或者成为了特别的存在，或者呢，成为了拯救世界的超级猛男。虽然俗套啊，但是有用。无论时代呢如何变化，这个主题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观众的眼前。而谷口吾郎也想对这个经典的题材进行挑战。于是呢，我们在动画里见到了拥有绝对命令之力、智慧过人、目标坚定、沉着冷静、近乎万能的主角鲁鲁修。虽然谷口吾郎希望在作品中创造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主角，但又不想让这一个简单的粗暴超人龙傲天出现在观众的眼前。那么要如何体现出鲁鲁修身上的天选之子的气质呢？谷口吾郎给出的答案是让鲁鲁修以指挥者、以军师的角色在战场的后方运筹帷幄，远离战场却又能掌握战场发生的一切。作为一部有着激战元素的作品，不让主角亲临前线，确实是令看过无数热血机器人动画的朋友呢感到惊奇。因为在传统的激战动画中啊，能够坐镇后方或者在幕后策划一切的角色，通常是反派中的中 boss 或者大魔王。这种突破传统的主角呢，也让观众越发好奇动画的走向。在青春期时啊，身旁总有无数个声音让我们认清楚现实，脚踏实地。
当时厌恶的说教呢，往往自己成为社会人之后才能体会到其中深刻的含义。在动画制作工作的岁月里，谷口吾郎看到了很多过去想要做动画的新人会有着我要做动画演出，就是类似动画某一块的导演角色作为自己的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人们呢会觉得太辛苦而逐渐放弃动画现场的工作，转而以其他幕后的工作，比如脚本家、企划制作来作为自己的志向。在谷口吾郎看来，许多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呢也无法认清现实的真正含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讨厌艰苦的一线工作，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妄想。年轻人远离一线艰苦工作的趋势，也是让鲁鲁修的形象构想越发的清晰。这是一个观众能够自由选择作品的时代。反叛的鲁鲁修呢，初期篇章中体现那种无需出现在事件现场，只要在后方运筹帷幄的万能感与唯我独尊的反派气质，或许呢更能契合年轻人曾经拥有过的不成熟的过去。当然啊，反叛的鲁鲁修并非仅仅只是契合青少年不成熟想法的爽片，还是要强调一下。反叛的鲁鲁修呢，中着力体现的是无需在战争事件之中直接现身的万能感，而不是故事人物本身的无敌。在制作故事时，谷口吾郎呢曾与大河内一楼共同确定，这部作品中的世界呢是一个对剧中人物不怎么温柔的世界。换言之，无论主角有怎么强大的能力，强大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世界呢也不会让他们的意思进行下去。鲁鲁修的名台词そう間違っていたのは俺じゃない世界の方だ，就是对天不随人愿总被世界针对的想法的最好体现。对于鲁鲁修来说，他就是世界的中心，世界都是围绕着他转的。鲁鲁修呢始终将复仇与守护妹妹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听从他的话语是理所当然，共同战斗的伙伴呢也不过是棋子而已。但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鲁鲁修已经被创作者们放在了针对的立场上，而欣赏看似无所不能的鲁鲁修陷入各种窘境也是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之一。换言之，有着类似鲁鲁修不成熟想法的观众，早有一天呢也会遇到必须跨越的窘境。沿用之前的例子的话，进入动画业界但想远离辛苦一线制作的新人，就算有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早有一天也会在加班中明白的，脚本家的工作一点也不轻松，而企划工作呢还要完成筹集资金、统筹各个制作公司合作的繁杂事项，并非呢只要拿出企划案就行。当然，现实中若是以自我为中心到了极致，只要感到想法与实际不一致就埋怨世界的话，结果就会成为无法踏入社会只能生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能力，但在反叛的鲁鲁修中就最大程度的刻意忽略。主角鲁鲁修是如此，配角们的互动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沟通障碍，即使存在和平解决对话的可能性，导演和编剧也会通过残酷的方式将其扼杀。如果不能互相交流与沟通，那么要如何才能理解对方推动剧情的发展呢？那就只有通过角色们的行为证明自己。反叛的鲁鲁修中登场的人物除了几位重要的主角，还有同学、革命军、布里塔尼亚帝国军人以及各国的配角等等。但是尽管数量众多，关系错综复杂，众多人物呢都有一套自己的行为逻辑。他们虽然台词短戏份少，但是他们通过行动展现了自己的想法，在潜移默化的一点点推动人物关系的同时，也让我们记住了这些生动鲜活的角色。这种具体事件塑造人物，抵制嘴炮与脸谱化的表达方式，即使到现在依然难能可贵，非常的了不起。这么多年以来，许多人都对反叛的鲁鲁修的成功感到好奇，是因为跌宕的剧情、精致的人设、清丽的声优表演、充满破地激战场景，还是什么其他的元素吗？作为导演，谷口吾郎呢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但是对于什么是成功动画，谷口吾郎呢有着三个自己的想法：第一，一定要盈利；第二，一定要有收视率；第三，一定要让观众铭记。一定要盈利，说的就是包括圆盘、玩具等周边，就算盈利只赚10块钱，也一定是不能亏损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作品虽然开心，但是如果持续亏损，将爱好当作职业就非常困难。第二点，有收视率也很好理解，对于 TV 动画来说，追求高收视率可谓是理所当然。第三点，如何才能说得上是让观众铭记的动画呢？3年后或者5年后，观众们依然能记住这部作品，卡拉 OK 的时候呢依然有人点唱动画的主题曲，诸如此类呢就可以说是被时代所认可。要达成这三个条件并不容易，源于导演谷口吾郎与脚本大河内一楼以及其他动画制作人员的精心算计。但如果没有观众的支持，也不一定会有动画的续作。在反叛鲁鲁修的 OVA 动画《王国的阿基德》里，我们看到了精彩的激战对决。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对观众心理的把握，还是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远不及本片来的深刻立体。在反叛的鲁鲁修10周年之际，官方也宣布了复活的鲁鲁修的新动画企划。大河内一楼明确地说明，新动画的主角还是鲁鲁修。轻动画还会是一部现象级的热门作品吗？
亦或呢只是一部情怀的粉丝向作品，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不过呀，尽管反派的入秋原作中充满了各种遗憾，但是在等待新作来临的时日里，我推荐诸位不妨体验一下《超级机器人大战 Z》系列中入秋的篇章。你可以在游戏里啊，通过自己的手将原作中揪心的桥段全部改写。在激战的世界里，不仅能回避尤菲米亚的死亡 flag， 卢武修呢，在结识了龙马、贾儿、卡米娜等热血男之后，自身也迸发了真正的勇气。在刹那量子系统的帮助下，朱雀和卢武修也达到了真正的理解。领着镇魂曲后呢，卢武修也没有死去，而是与 CC、朱雀等人共同为了新的世界和平而努力。而也许那样的世界才是真正美好的新世界吧。到明年呢，反派卢武修就已经完结十年了。回顾这十年期间，有无数的动画诞生，有神作，有渣作。曾经被人称颂的经典动画，现在看起来也不过只是中二病爆发。然而呢，世界上有着变化的事物，却也有着不变的事物。当年看动画的青少年已经成为如今的社畜，在某个疲惫回到家打个新番的晚上，你会不会有可能想起来曾经在网上兴奋地等待点 RMVB 下载的那段时光呢？你会对十年前的自己说一些什么呢？感谢你收看本期节目，若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微博集合网或者到我们的网站3w.jgcurs.com 与我们保持联系。谢谢，再见。